我發覺到一樣嘢，我哋畫工一樣笑，就係我哋嘅社員啊，有青黃不接嘅趨勢。好似我哋都屬於後生嘅堂嚟嘅，都係啊！而家我都開始老啦，話幾歲啦啊！我當夫醫啦，我啲青年後生之輩啦啊，加入我哋嘅畫工劇社，我發覺到一樣嘢好多。比如講，我哋畫工有樂畫樂組嘅，好多學校啊，喺畫樂喺畫樂方面啊，都非常之過熱活熱嘅。佢哋畢咗業之後點樣咧？啊，佢哋將呢啲以前所學到嘅畫樂嘅知識啊，又乜都有曬。我當呼籲呢班所謂畢嘅同學們咧，能夠侵落我哋嘅畫工嚟，我哋再次輝煌。再次將我哋嘅畫樂呢個呢一組咧發揮到淋漓盡致嘅。三啊，應該是到期了。我數一二三，我們的老師請準備一下啊！來，大家現場也是請準備一下咧。一二三，開始！來，喝彩快射，現在開始。好，來，請你恭送各位回來，集彩也成功，祝你三台鼎號萬喜。中华大会堂一千年啊！现在我们的嘉宾们，我们的朋友们，那个掌声好不好呢？谢谢你们。我睇华光就嚟到啦，系喎，睇睇你做乜嘢，做乜嘢事啊？哎呀，我讲起靓仔啊，讲起靓仔啊，急尿，一讲到靓仔大尿添啊！哎呀，又得走新界啦，厕所嗰度，厕所嗰度，阿春香，你真系新界啊，春香。哎呀！難得個華工人善文，你又懶到喎，喺華府嗰度地嘅真係嘢啊！咁啊，今晚爺咧就當得賴常海，你唔好喐住先啦，咁擒車㗎你，賴常海墮網啊，叫我嚟相親我，你睇下今晚爺上邊全部都係妖嚟嘅，好似，哎呀！喂，你好過分喎、啊、你！我哋妖唔靚咩？左思啊你，華工靚唔靚啫？呢度一個真嘅，因為你係妖啊你，因為你係妖啊。叫红妆，只可惜送到一张好相不善良。请教芳龄用几度啊？被脚凉，只可惜红尘压得千年埋葬。千娇芳龄，用几度话？我将红尘念，曾笑等春花。你看怎么样？寒冬香，铁石的美红妆，只可惜浮华飞舞，点点千里伤。秋中回首，山中望，不争一生白说，结果错失带转江。爱情
庆祝75周年嘅生辰，我哋话1、2、3，服务这些工作各位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心想事成，生意兴隆。
点的。好啦，我哋第三位受歡迎嘅小海哥。好啦，我哋第三位就係用英我哋嘅拉蘇丹電話恭喜嘅呢個賓男嘅就係我哋嘅祖母江山由我哋 PJ 出嘅賓男，你個鼓勵啊，歡呼個掌聲。其實我哋江山哥咧就呢、這個我哋呢個華工嗰度真係出咗唔少力，默默耕耘。真係能夠將兩個埋成，更重要的就係啦。